要迟到了。接下来我们把书打开第五十七页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。刚才谢谢你啊，说吧，想让我怎么报答你？啊？三，他就是那个样，从来不跟别人搭话的。劝你一句啊，还是别自找没趣了。那可不行，我可是有恩必报的。那学霸，给你加鸡腿。嗯。辛苦了，喝瓶饮料。不好意思，跟你说了你还不信，这下见识到了吧？他又不是故意的。我就不信这次你还能拒绝我。能不能快点，着急呢。他的那份我替他付，给，这样就不会听不到了，以后有我在他都不会掉了。谢谢你，走吧，快迟到了。嗯，我来吧。大家可以把想和谁组写到纸上。我看看，竟然不知道那木头有什么好的，九九居然天天跟他在一起。别难过，他们就是嫉妒你学习好。小雨姐，快毕业了，我想跟你去同一座城市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毕业快乐。我也想跟你去同一座城市。走。